要多讲一次啊！猎谋机动，不在乎打赢。战鼓不被别人打到，将军，万一被别人打到的话，你们要能顶得住。 这样，怎么才能做一个屹立不倒的中国人？如何做一个屹立不倒的中国人呢？那你要练硬气功，所以今天我就教大家硬气功。来，出来！师傅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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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你不用那么紧张，好心遭雷劈呀！哎，没什么事啊，你们先出来。谢谢，你们是吧？你没事吧？怎么这么蠢呢？用身体来挡？我好肥呀，我花他打死我，打死我一命的财产分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那当然了，我要不打，我能对得起夫人吗？ 你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哎！对呀，他们搞的。说呢？我认为心胸宽广的人越比较老练。你怎么看呢？听说你最近在练武功了，练得怎么样啊？ 哎，一般般了，我只能够做到一拳打四十六块瓦片和胸口捶大石。真的？啊，我示范给你看一看。刚才那边有一棵果树的呢，我打个苹果下来啊。
一般来说呢，应该是在树干上，但是我们希望破坏大型生态。今天我会采用隔山打破法，做不到不行啊！好嫩啊！这个虫好呀，我同你按住再叫了。 看够没有啊？我只要脱裤子给你看看啊！哎呀，老公啊，你又回来又不打，一个男人你都打不赢。什么鬼？胡说！好话不吃眼前亏嘛。 干什么？哎呀，你老公怎么又脑子了？喂喂，对不起，刚才没回信，对不起，让谁过去？哎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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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
你还不能答应啊，看人总比不像我道歉。我还有人，谁还中国人？你连狗都不如。拉拉拉，这个共产社啊，没有我吧呀？我是中国共产社，别说了，怎么走吧？哎呀，老干部，这样赞扬我吧。你想说什么？想讲咩？靓仔，靓仔做嫁娘，靓仔你走开。如果唔系唔拍戏啊！好厉害啊你！不如我会讲咩啊？
你会说什么？你笨的，你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挑起梁家风雨，你还是不起？那我呢？几百只鸭，我就把你打下去了。用脚碰他，让我来脚踩哦！好你！张大安，我要告洋人，佢哋开枪打伤我。打伤了我。洋人，快点，大人。大人，洋人犯人案，我把他抓回来了。我不姓杨的，哎，没关系，我有办法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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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啊，方老师，你是金花县口才最好的壮士，无论如何你都要帮我儿子，好吗？行，不是不行，收费很贵的嘛。钱多少没关系，最重要的是得打赢这场官司。大人，我刚才经过树林，发现这杨女子在洗脚，大人，会整污糟晒我哋啲河水噶嘛？咁我咪叫佢不要这样咯。你知呢个杨鬼子开枪打伤咗我只手啊？大人，大人定住啦。你说你儿子都对的呀，为什么还要我帮打官司啊？白亏了，亏了吧？之前我们没事了，给你拿翻走。其实这件事我是有所隐瞒的，但系唔系咧，案情对我有所隐瞒，亏啊！银两，千万不要对我有所隐瞒啊！哎呦，知啊 ！Officer, that man is the one that raped my daughter, so I shot him. 为什么？让我想想。OK, let me show you. 我这人呀，他们像生鱼一样。好，好，好，起来，起来。哎，大人，我呢？就是他。得来。你。行了，行了，大人，我懂了。詹公子呢，就非礼洋女，正好被洋人看到，就找支枪打了过去。哦。原来咁嘅，大人啊，我冤枉噶，大人明大明差啦，系咪衰啦呀？一早就要讲咗啦，都嘥你嘅时间。跟住讲，咁又好难怪我个仔噶嘛？佢咁大个仔都未见过杨妹嘅，咁今次见到，佢系男人嚟噶嘛？不加忍唔住啦。嗱，孔子都有话，识定人啊嘛。哎呀，你自己仔衰好啦，你唔好拉埋孔子落嚟讲啦。孔子靠你啲搞乱人，佢哋真系杀我。咁我仔而家点啊？都把你咁大住啦。本官嚟问你，你究竟有冇有咩戏呢个杨女啊？冤枉啊，大人，冤枉！如果没有的话，杨人点解会咁样讲啊？我冤枉啊，大人！冤枉啊！都说我有贪污孽，你不成？冤枉啊！报警查清，冤枉啊！张公子，本官问你什么，你都说冤枉啊，大人！难道本官冤枉你不成？冤枉！不是啊，大人！张公子，不要乱讲，你慢慢来讲。阿爹，救我！快点，救我！快点，我！张爹，阿爹怎么能救你啊？我昨天有钱，请我来救你。那个就是鼎鼎大名的方唐镜，方大壮士。我请他来，就是为你打这场官司的。方唐镜，你是不是接了这单官司来打？是啊，大人，你知道了，这个案子输赢已定了，你不站在我这边，你还不赶快宣判呢？你，混账！混账！案子都还没有审，怎么来结案呢？哎呀，又要嘥我啲时间，真系，真是打官司啊！我帮你写书我俾你啊，好，陪你玩玩。张公子，
你的手伤得这么重，还跪这么久啊？痛的很，痛的很，病了吗？老大，我关照你的，是要睇住你嘅，知嘛？大人，我当事人伤势很重，麻烦你打个桩子给他做。关照，戴罪之身，公堂上居然如何一个放肆的，大人，我的错，你都来了。 你正话自己都说啦，啊，你正话都未讲，既然你有罪，就自身啊，不如咁啦，这样啦，关上这个门，我搞到大家都嚟斩个东西咯。我话大人，今朝你揾个西洋人，用一刀打死张公子，咁肯定俾张公子这个洋人。但是将军张公子受伤受致，伤重而死，被斩的是大人。 听冇凳坐啫。好啦，爷头凳都交俾佢坐。哦，系，大人，呢个就系关键啦。阿哥。 做嘢食紧啦，我哋收成未咧？咁你收成未咧？咁今年嘅收成有冇比往年差吗？差唔多啦。差唔多就差咗啦嘛。阿嫂，系，随便数啊。我系最好嘅系有嘅。嗯，最近屋企人有冇成生气啊嘛？有啊，近来唔系我病咧，两个老公同我啲仔女病噶啦。咁以前有冇呢个情况吗？ 有是也有，有什么没有？有是有，有什么没有？这已经是说现在病情多了，是吧？大家看看啊，我相信这两位的情况，你们自己家里都有可能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。如果有，大家讲出来。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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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我知道这么清楚，这条河在哪儿呢？问题来了，两个人的身上，就此我做的总结。一场花见可以说是天下太平，人杰地灵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走他们来了以后。 遇完这位养女，偏偏在这条河里洗脚，洗的这条河是污浊肮脏。请问大家，洗了脚丫子的水喝了是不是要生病啊？啊！就连金鸭鹅喝了也不会下蛋呐？还有啊，大人，你都知道，我们的上水是一个山神庙，这河水自上而下，井水耶，知道吧？ 但是这个养女每天在这里洗脚，搞得污浊肮脏，神仙都发怒了，是那我们谁有好日子啊？请大家静一静。你看到这种情况，相信不用我教你，你都知道该怎么办了。 要是判吧，要是判了重判，他们会把你的工厂给拆掉的，知道吗？肃静！本官已经宣判，被告养人，枪上正当，被判有罪。恭喜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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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仔，来呢。大人，大人。 老人承蒙吉曾经亲眼看到这小子调戏杨小姐，请大人明察。怎么个？爷爷好意人贼，是吧？怎么好意人光啊？保证在，我押解你回来。没事儿。你到底看到没什么？尽管直说。看到这位杨妞，她衣衫不整，面容慌张，还看到张大汉追着她，对她如狼似虎，不肯放手。我们大发生什么事？他就飙多事，跟着一个嘴巴打过来了。在这儿说话，闹。 儿子，这是对簿公堂，不是儿戏。说张公子行为恶劣，还说张公子对这个养牛如狼似虎的发威。喂。
难道他们不是在一起玩的吗？肯定当时他们不是在玩大人，玩总会玩的面如光，跟玩的衣衫不整。我是在讲道理啊，大人。推三满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停停停停停！一个跟着一个说。哎，大人。现在请您男女心思下了，情到之处难免黏黏糊糊，拉拉扯扯，什么稀奇呀？陈大姐，你有交过女朋友吧？有没有试过嫖妓？有没有试过跟女人亲密的行为？除了和你妈，有。我来吧。有没有试过热炒房买的暴龙大儿？总之我这个妹子懂得什么是男女授受不亲，又不是他告他，他怎么会骗他呢？对，因为他。陈大姐说这么多话，这句话比较洋化了。大人，他对他就是这件事情的关键。喂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要一天到晚老是问我，你自己脑想一想才行。张公子，大声说出来，今天早晨为什么要去河边？什么的？你是去吟诗作对的吧？大人，大人，事情是这样。张公子是最喜欢的大自然的环境，所以有空就到郊外呼吸新鲜空气，享受一下鸟语花香，跟着这个讲师做下对。但是他最近突然发现四周环境受到污染，可是又脏又臭，于是他下决心要找出罪魁祸首污染的源头。喂，你说到哪里去了？不要这么新奇嘛，我这就讲下去嘛。于是张公子今早就去河边，想着上三五个时辰将这个原型拖出来送官惩治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这个人终于出现了。就是这个人丢。你们给我肃静肃静。你有什么证据？有。这个杨妞在公子洗脚的情况就是很重要的证据。今早张公子如常到河边，谁他看见杨妞在河边洗脚，搞得河水又脏又臭，谁他站出来制止他的行为，但是杨妞不顾廉耻，还引他多次挑逗。张公子是个识书人，少经得起诱惑，就在拉拉扯扯之间，陈梦干出现了。就是大人，这事情完全是姓马的。大人，我明明看见张马还爬在杨妞身上，就爬上那个爬。你这个方唐镜怎么不分青红皂白呢？这个坏蛋怎么这样对待这个杨妞呢？难道你看不见吗？我打的官司太多了，没时间了，住口，小子！大人，他们这么混人，不如休息一下。好，好。文官正有此意，暂时休堂，退堂。哎，你想吧，我呀，啊，真是伶牙俐齿，什么伶牙俐齿的，我怎么能是女人啊？我这个手盖在一口，得。哎，季少爷，刘天心啊，怎么说？怎么这么熟了？在大堂之上，令得我是一愣一愣的，差点就一翻了饭碗了。哦，你别吓坏了后生哦，我这还饭碗呢，你说向后边来。哎，季少爷，你说讲真的话，我就给你讲一个笑话，你信不信啊？你出事的时候就靠我的双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我捏你的屁股啊，就像捏小子。哎，怎么了？还是啊？哎，是吗？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当初你娘生你的小花真是很苦恼，天上的狂风暴雨，好在我在场啊，我就帮你娘拉呀拉呀拉呀，把你拉出来了。所以我只能好好的谢谢师父你才是啊。来，杨家来点。不用谢我了，谢一点就可以了。你知道老师的为人吗？识人不图报吗？你知道吗？哎，就比如20年前，我就把你介绍出事这件事啊，我早就骂过了。你以后在公堂上别乱来了啊！让让让，你不会乱说的，我都是听来的。小子，不给面子，说我也做了你几年老师啊。而且是发现第一壮士，能叫我说活，班能叫我说直，你跟我斗不够料吧？绝对不够料。不过我有强劲的后台，天会帮我。我相信至少还是有功力的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共同见。怕你啊！哎，季少爷，季少爷，老师，哎，我刚才喝的茶还没有买单呢。哎呀，是啊，小二买单，够不够啊？
客官不够钱哦。我知道，我只买我的这一份，立体的。喂，不是，逛什么逛？下午的小刀买回来了。不是啊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这老徒弟不孝，连我的面都不给了。那我们在里面坐牢的。方正师啊，这次啊，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把我想尽办法来。要给多少钱呢？无所谓，只要想办法来就行了。哎呀，张老爷，看你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方正师很识故事似的。不过既然你这么客气，我一定会给你面子的。我会好好想一想的，好好想一想。有了，什么？只要找一个人来帮忙，一定可以打赢你这场官司。刚才我已经听了莱西和张公子的口供，但是他们各执一词，我都不知道信哪个的好啊。大人，我也知道你好啊，所以说想再多请一位证人上堂做供，不知道你什么应承。我已经听了许多口供，不知道你让哪一个作证啊？大人，本壮士觉得当时张公子所说的是有些可疑，如果这个人可以澄清事实，就说明张公子所说的必须是可信的，所以请大人派人。好，全证人，全证人，全证人。大人，这个陈世贤就是陈梦锦的哥，叫他来作证是最公平的啩。陈世贤，你有什么说话要讲啊？启禀大人，大人，陈梦锦乃我小马所生，自幼就天资聪明，机灵过人。凡系他看的书，都能从头背到尾，从尾背到头。所以我阿爹对他是宠爱有加。不过这都是以前的事，因为没意思。自从他发生意外之后，他的性格就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变，变得一声不吭，像个哑巴一样。说他出意外，他连任何人都不叫一声，就连阿爹阿娘都没听他叫过。革命乱箭有什么关系呢？大人，这个不马老的啦。因为他的坏性格，所以他经常把幻想的事情假的像真的一样。他还整天跟书童说他见到刘星，试问刘星怎么可以天天见到呢？还有一个行为更加古怪。在我娶妻的那天，他七上八掉，怎么叫都不肯下。这件事我们全村的人都已经看到了。梦迪呀，梦迪，梦迪下来呀！哎呀，下来呀！很危险的，你赶快下来呀！你，快点，梦迪，下来呀！下来，及时就快上来，快点！行了，等了，等了！哎呀，快点啊！你们饿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这个小老贼拿下来！阿四，动手！哎，梦迪呀，你不要怕呀！行了，梦迪，不要再忍了。他再不下来，我怎么去接新娘啊？哎呀，算了，再找一点花轿来不了呀。林金林忙到哪去找轿子？爹，你别再说了。是呀，老爷，做老板的花轿你着急什么？哎呀，这个梦迪真能凑热闹。好，既然这样，跟你们一道去吧。啊！我这个弟弟整天做些令人难以理解的事情，尤其是他一声不出声，床上死抱着妹子，年纪大像中了邪一样，他怎么拉也拉不开，一剪刀一剪刀的把妹子剪了，剪的只剩下一条，他还是不肯扔。大爷，你说，如果一个正常的人，怎么可能十几年都不肯扔一条妹子呢？太爷大人。所以我就我边见到呢個人，佢只係洗腳嘅時候，我本來想上去阻止佢，但係陳鳳吉出現，我話俾兒子之間有啲誤會，所以佢先會咁話。夠啦夠啦夠啦，不用再廢話啦。大人，我查到意思啦。你這種病叫妄想誇張綜合症，其實將自己的妄想當成事實，而且整天不放什麼叫鬧着玩，整天淘氣。我請大人慎重考慮一下我前面講的那些證據。公正的裁判，请大人明察。张康静，没决，站住！你又想怎么样？你明知江南还有个雷子秀，对你还有帮的这种伤害的事情都敢干，你不怕报应吗？骂够了吗？骂够了，走了。站住！你妈呀！是不是还想骂我见钱眼开呀？喂，你知道呀？我从来就是见钱眼开的啦，我收了人家钱，当然要帮人做事嘛。
年轻，不懂人情世故，我不会怪他。回家回家，有钱就可以昧着良心做事吗？当然了，喂，我们都很现实的，谁出生之前我都会帮谁做事，怎么样？你出生请我，我帮你呢。不过一定要多过张老爷的500两才对哦。不是万能的，没错，钱不是万能的。小弟，慢啊。我买只牙签来，剩下的就算赏给你了。对对，放心，放心。知道没钱是万万不能的吗？大哥，给我一只牙签好吗？去你的！哎，看到吧？大吉利是先知之明，良心之，你们找我人做报应的。都有我，喂，天报有我，要慢慢等的。喂，你就慢慢等吧，我得回家陪我老婆吃饭了。请问小徐少爷，你脸都不美，回皇家晒黑。怎么回事啊？还不开门？站住！别走！你干什么？我想怎么样？你帮我找个靓女啊！你傻呀！你傻呀！你傻呀！哎，你怎么动手啊？要不然我报官，勾了一头腿呀！说我图谋不轨，有没有相信的？我对你图谋不轨。你怎么动手啊？给我露出来！老坤，妈呀，你怎么管事的人呢？我正打还没见过这等夫人呢，你就喊他，喊他！喊呐！喊呐！老板要的是钱，这家去哪个工厂也有人帮我喊呐！救命啊！还听小老婆劝呀？还有老婆！老婆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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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老夫啊！哎呀，小心，不行，不行！你要不要命啊？谁打我老婆啊？哈！张公子，卖了去你啊！不仅因为谁，他这么大事儿，那个宝了，是你老婆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不是宝了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他吵起来了。你问问他，老婆，你跟他吵啥？我怎么知道？好歹也就……哎，你要买你刀就得了，我到最多两轮布了，翻过去了。呀，我还没说你长脸呢，老公，我没呀，你得给我一点帮我长脸气啊。张公子，咩都唔系啦，大男人个女人，哎呀，痛不痛的呀？放当听。你听清楚啊！你把我做事是拿我的钱的。哦，我去，走走走。喂，系咪男人嚟噶？哎呀，我系冇人，你神医啊嘛！去，我一家大人唔干啊，大人要钱，走走走。大伯，你听清楚啊！你老公收你老公收我多少钱？我明黑你啊，佢都冇声出嚟。说主任啊，我咪听埋你讲话，睇中佢耳环，佢中意嘅，我听日拉你买咧。哎呀，买什么都不办，回来了，佢咁帮佢，帮着他。没办法啦嘛，我职业要揾食噶嘛。哎呀，大佬，我睇你咁衰，看到这个家伙，你根本就一肚子气。我也一肚子气啊。哎，小白兔啊，照我看呐，咱们得想绝招，要不咱都会得钱，又可以干翻这口气，拿了。哎，对呀。张满，怎么不见你那个壮士凤堂剑呢？大家人，昨天听过个口供，也知道我无罪。有没有方唐镜？其实都一样啫。嗯，大人，但是我需要他做一个结案陈词。大人，
我揾咗第二个壮士代替佢，得唔得啊？好，最好把方唐剑叫来，我要案件重审。小周的表哥是伤兵，你现在怎么办呢？毛主席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大人，不好意思，大人，小主席，请教，请教。哎呀，方唐剑，我跟你在一起好了。方唐剑，我以为你唔敢嚟，嗯？哎呀，真系对唔住啦，是我老爷不识泰山啊，翻屋企啊闹咗一餐噶啦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我本来想换一个壮士替你，但睇你有诚意，算啦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方唐剑在此。来谁？昨日本官已经听过证人的证供，今日需要你做一个结案陈词，本官就可以宣判啦。咪住啊，大人。昨天我家想的想法，不如所有证人所推敲都是有疑点，所以我一直希望就是批准我们去案发现场，将案件重演一次。案件重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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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案件重演。哎呀，案件重演怎么办啊？搞什么鬼呀？你搞咩呀？快快脆脆搞掂件事咪算咯，按咩件重演啫？你咁样都唔明白啊？鬼打伤，最多咪要坐几个月监。出嚟之后一定揾你报仇，所以我唔会咁彩细做几多坛大碗巴坐二三十年，到时要人惊嘢，想揾你报仇嘅命啊！果然你一代状元啊，咁嘅桥你都谂得出。点咧，大人？好，既然如此。我就批准你的请求，多谢大人。方唐剑，你快点儿。知道了，大人。一定要说什么，一会儿来得了。放心的，依你的。各位街坊，各位乡亲父老。因为阿来呢是洋人，中文不太熟悉，所以我一直怕他误解我的意思。我要横挑竖挑挑一个全县最漂亮的姑娘，扮一个南希这样的角色。多谢大家合作。为了防范意外，我决定请你扮演一下兰溪这个角色，请你跟我来好吗？够了！哎呀，两位，我刚才讲的我搞清楚了吧？要笑死了！放心吧，我一定不要被这条路打来的。我对你充满信心，请过那边准备吧。大人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来了。在一个天朗气清、阳光普照的早晨，张公子像凤鸣神一样，去了一个绿草丛生、鸟语花香的地方。鸟语花香。这个树林的树已经享受着清风送爽。突然间，一阵恶臭。他觉得反胃，他呕啊！这是张公子最近追查这个恶臭的来源。哦，原来这个时候，他发现兰溪姑娘在河边把鞋脱掉了，正在洗她的脚。张公子于是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指责兰溪说他无事。兰溪竟然不顾廉耻。他发现眼前张公子一表人才，英俊不凡，于是他就高举他的腿向他挑逗。好了，少不了你了，大人。张公子乃一位读圣贤之书的人，
他当然懂得什么叫非礼异性的了。这个时候，张公子用双手掩住的脸转身而去。莱西不顾廉耻，冲上前去，抱住他的腰。张公子气得一身一巴掌打过去。莱西哭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张公子见他这么可怜，就上前安慰他。可是莱西姑娘就顺势抓住他的手，胸部洗去。张公子很气，挣脱双手，他想整治一下这个贱人。两个人追追逐逐，混乱之中，莱西将手给撕开，撕开。哎，是这样，你别撕开了。这个时候，陈梦吉出现了。到案，停。好了，大人。案件重演完毕，我们可以回衙门了。大人，大人，我们还没重演呢。对不起，我只代表张公子集团人一概不理。喂，你。哎呀，亮爷，肯定觉得我鬼好啊，我有啲天分啊。争少少咯，做咩咁生咧？哎，方堂弟，这个案件已经重演过了。你可以做出结案陈词了吧？好啊，说结案就结案，大人。大人，我认为这个案件还有很多疑点，希望大人批准，要求我哋再演一次案件重演。又来啊！怕啦？哎，唔惊唔惊？找平衡嘛。来啊！靓女，今晚你演得好好啊，介唔介意再演一次啊？不介意，我可爱演了这次啊，就露一穿的。哎呦，好了，好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啊，咁睇啊，开始。系一个月阳光照，风和日丽的早上，张公子像马一样，来到一个绿园，鸟语花香，在树林边散步。佢正在享受紧清风送爽之际，突然之间闻到一阵恶嘅臭味，于是佢觉得反胃，佢咬。原来呢个时候，莱西在河边洗啦，洗紧只脚。暂停，暂停，大人，我有话要问。爱与爱之间。